Não funciona fácil, Luciana. Cara, igual já.怎么还？我老公说要打开窗户，这样他儿子会好一点。就你最好。啊，你讲啥？算咯。啊，你也好啊，你再找时间来吃。还有一些小白鼠。打开啊！好。你保温它，我就吃不了。你啊。好，挺好用。反正你妈她不是漂亮哦，她还爱买肉。啊，我要你做小朋友。咋弄？这是空的。